名词和现在分词 ing 形式如何区分呢？动名词，动词名词化，不强调动作，指事情。现在分词强调动作正在进行，也就是说强调的东西不一样。如果强调事情，它就是动名词，如果强调动作，就是现在分词。我们来判断下划线部分它到底是动名词还是现在分词呢？一， I like swimming， 我喜欢游泳，它指的是我喜欢游泳这件事情，所以它是动名词。第二， I am swimming， 我正在游泳，它强调是游泳这个动作正在进行，所以它是现在分词。第三， My hobby is reading， 我的爱好是阅读，它强调是阅读这件事情是我的爱好，所以呢它是动名词。第四， I am reading， 我正在阅读，它强调阅读这个动作正在进行，所以它是现在分词。你学会了吗？点赞关注。